我们要生存，我们要生存，同岛一命，同岛一命，我们要生存，我们要生存，同岛一命。现在全台湾几乎99%的东西都已经恢复，至少已经恢复正常的这个营运。在台湾里面，我们是救火队，我们不是同岛一命吗？但是我现在深陷到这里面，已经被遗忘了。我们大概在开 party， 我们准备下个月要发消费券了。但是我们的员工呢，到现在他们不是为了生活而努力，他们是为了生存而努力。从疫情结束到现在，政府给他们的补助就是4万块。其实我到现在我的店门都一直没有把它关起来，为什么？每一天都让员工回来，回来干嘛？扫扫地呀、啊，就多少就是说有一些钱可以领，至少他们在家庭里面，他们的家人里面有没有比较困难的，我们还能够帮忙他的。我们也希望在同岛一命之下，现在疫情二级解封已经这么久了，有没有在增加那个传播感染？没有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一直被排除在外，等于我们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一个产业。政府又告诉我们要有忍耐到年关店的准备，我们的股东已经受不了了，因为他们该卖房子已经卖了，该补的也补了，他们也不玩了。